好，吉安乡总共有15000多位的原住民族人，为了推广原民野菜的料理，乡公所将推动吉野餐市集，并且征选在地原味特色美食来加入。即日起到7月7号下午5点截止受理报名，7月10号公告参赛的名单，7月14号的下午2点就在吉安的创客站来进行公开公正的征选。为了推广原住民野菜文化，吉安乡将推动吉野餐市集，并且公开征选具有特色创意的野菜料理。吉野餐找美食，吉安乡公所推出了在地的野菜餐食。如果您是有创意的厨师，或者是每天在厨房里面呢研究美食的厨娘，都可以来参加我们吉野餐的报名比赛。我们希望推出在地的好风味，在地的好滋味，让大家来品尝一罐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餐厅能够一起加入创意美食，来再造地方产业，延伸到地方美食餐厅，来分享饕客，一起来吉安，共享吉安的美好跟幸福的好滋味。报名日期直到7月7号下午5点，评分标准包括了风味、摆设、外观、餐食介绍、其他等4类不同占比。入选者除了有奖金，还可以在下半年度加入吉野餐市集的展售活动。欢迎喜欢野菜料理的民众把握机会，赶快报名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